OK，好，这个 instructions video 哈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 Sejarah 27号要上的东西哈，要听好了呀。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个 instructions video 看完，然后你们去 download 啊这个 file 哈，Sejarah 31 bab 4 nota。OK，这个如果这个是我上个 lesson 我们已经教你 download 了，如果你有你就不用 download 啦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可以再 download 一次，然后可以把它 print 出来，也是可以，不要 print 出来也是可以，用电脑看呢，我是用电话看呢。然后你 download 完了这一个PDF file 之后，这个 nota 之后，我要你们去看这一个lesson one part A、part B、C 跟 D。因为每一个影片呢，只是10分钟，OK，10分钟，所以不差啊，不会很久啦。这个 lesson 哈，这个是我会讲解这个 nota 里面的一个 video 咯，这四个 video A、B、C、D，一定要把它看完啊，OK。然后你看完了之后，OK，我会在那个会叫你们做这个拉丁汉呐。OK，拉丁汉，你们去 download 这个拉丁汉2.3，可以 PDF file download 下来，然后你去做。里面要你做的是那个 objective 跟那个 shadow，你是把它做完它啦。OK，然后那个这个拉丁汉的答案哦，我会在 classwork 这里12:15我会 upload 起来，就在这个 classwork 这里，这个12:15我会 upload。然后我要你们去看这个Lesson Two Part A 跟 Part B 这两个 video，我会讨论这个拉丁汉的答案呐。给你们一边看，然后一边 check 你们的答案。OK，After that，在12:25的时候，我会也是在这 classwork，我会 upload 一个 assignment。OK，这 assignment 是关于这个拉丁汉呐，乌兰嘎句。这个拉丁汉乌兰嘎句是也是 bab 4的4.1跟4.2。OK，maksud tamadun 跟 konsep tamadun 的拉丁汉。OK，你们去做。做完了之后哈，在同一个 assignment 这里哈，我要你们把今天你们所做的拉丁汉跟你们抄的 nota 还是什么，你们拍照或者是你们写在 Microsoft Word 那边，我要你们交在这个assignment 这里，assignment 是加的把我们把拉丁汉乌兰嘎句这里哈，OK，把它交在这里。之后我会在12:45的时候，我会 upload 这个拉丁汉乌兰嘎句的答案，这个 PDF 啊，你可以去 download，然后 check 你们的答案咯。OK，在这里我会再重复的一次哈，我会提醒你们，把今天所有你们做的练习跟那个你们抄的 nota 哈，请你们把它 upload 在这一边。upload 在这个 assignment file 这里，因为我要去看你们有没有做功课啦，我要 check 你们答案，因为我要做一个记录，看你们有没有去听课跟做拉丁汉啦。OK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在这个 Google Classroom 这里你们可以问我了，我会11点到1点。的时候，我会在这里回答你们任何的问题啦。如果你们看那个 video 不明白，有任何字不明白呀，还是这个 video 有什么东西你们不了解的话，你们也可以问我啦。OK，OK，okay?